周小姐，请。哟，几天不见，厨艺见长嘛！我现在可要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完美的人做出的小龙虾，自然也是完美的。那你说说怎么做的？先把小龙虾刷洗干净，把钳子前端剪掉，去掉胃和肠线，放入生姜、葱花、蒜片、花椒、干辣椒。菜谱倒是背得挺熟。那当然，快尝尝，好吃的话下次再给你点。郭南州，您过来，离近一点。我这不是想先点个外卖学习一下，学会了再给你做吗？好啊，你现在撒谎撒的都有模有样的了。不过看在你背菜谱背得这么熟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吧。以后你想吃什么都行，我给你把菜谱都背下来。你说什么烈焰红唇啊，什么性感火辣呀，什么大撒蜜啊。小瞎子，你千万别信周建清在那胡说八道，他那人满嘴跑火车。我跟那女的就是客户关系，无关风月。无关风月你能聊得那么开心？你知道吗？越喜欢就越手足无措，越不喜欢就越是技巧娴熟啊。我看你现在就挺技巧娴熟的，那你赶紧去找他吧。小瞎子，你别生我气了，我这是技巧娴熟，我至于现在在这叼着玫瑰花跟你道歉吗？